哎呦，怎么这么快？为什么头车阿月骑得这么慢呢？让我们来提问一下。因为在岛里面嘛，然后路也小，然后虽然我们第一集骑的车子比较难骑，但是载了人科也没有太大的负担。哦耶，韦伯就是手把有变比较重。哎，加油！然后我尽量就是稳稳的骑，嗯，所以我们几台车的速度都不会太快。这特别像我爸平时遛弯骑三轮车的这个速度，老年夕阳红骑行队。那你觉得这一站海岛骑行跟上一站区别是什么？天壤之别。上次骑行，风光也很美。大漠风情，但是一二，哎，油出来了，油出来了，油，真开不回来。这次就舒服太多了。刚一踏上这个岛，我就知道我选对了目的地。阳光，愉快，放松，跟上一次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。海岛上远离尘嚣，然后加上这次选用的是电动摩托车，它又增加了一种安静。哇，到海边啦！太舒服啦，特别惬意，这也太有趣了吧，蛮漂亮啊。涠洲岛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部湾海域中部，总面积24.74平方公里，是国内最大、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。潮汐的更迭给涠洲岛民带来每日的浪漫，海岸迎接着浪潮的侵蚀与雕琢，留下壮丽的海蚀地貌。这里最适合闲坐听海，或是细沙踏浪。在自然中，涠洲岛吟唱着一首属于海岛的民谣。舒服。这样的海水算是干净吗？干净啊。哇，很漂亮啊。我很喜欢大海，我很满意自己的安排。我觉得特别浪漫，而且涠洲岛它相对还是保留的比较原始质朴的那种感觉，还没有那么商业化。闻到土地的味道，风的湿度，很像回到家，有一种归属感。哇，都是吃的，冰淇淋。冰淇淋、椰子汁、香蕉鸡，哇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奶茶，哦耶！意思早餐也不错。挺无聊的人生。Just keep it real。不，我们要不要往前集结一下 ？OK， 去旁边的小码头。感觉好爽啊！哇。舒服，爽，这边很漂亮啊！啊，还拿不掉，解开底下一个东西。你这样下去，哎，不，这里可以扒开一下了，拉，算是上了，扒开，然后天哪，哦，果然是没有骑过车的人。会唱粤语的，唱一首《浪奔浪流》。浪奔浪奔浪奔浪流，浪浪浪浪，哎，要拍，浪浪浪浪，要拍，浪浪浪浪，这气太高了，上不去，气高。
保鲜膜车队第二次旅行，好，会唱粤语的同学起调。龙奔奔奔奔，龙流流流流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明白到 ，check it out，check it out，check it out，check that out。呀，一片滔滔一片潮流。运作滔滔一片潮流。下一句什么？奈奈奈奈，是不是？奈奈很奈，哦，奈奈很奈。什么很多脂肪？什么很多脂肪？什么？什么很多脂肪？说什么？我有听错吗？那这句应该，这句分给你了。很多脂肪。出发。好，哥哥们，咱们准备出发。好好，好了好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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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带路。啊，要带路。先走了。好，还是队形，维持队形。峰哥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到。我就从后边看你穿这身衣服，感觉这你就这岛主，知道吗？没错，我完全融入了。初来乍到，为什么唯独林峰自带好人缘呢？让我们科普一下。虽然北海方言很多，但主要还是来源于粤语、闽南语，这让祖籍厦门的峰仔与当地人沟通起来完全没问题。大家看见峰仔就像看见自家大侄般亲切。况且，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部 TVB 剧呢？帅脸一出，是谁的 DNA 又动了呢？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。对。要不就踹他一下。你说他是谁？踹过去。哥哥们，我们要不在这个沙滩打个卡就好，打个卡，打个卡，打卡。啊，舒服啊！这座椅是要钱的吧？椰子，这要钱的吧？一杯多少钱？尽量便宜点。巨款，你们得省着用。我明天还得发 vlog， 还得接着赚钱。我已经快渴死了。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，还是我们去看别人有没有剩下的喝的。那也太大了吧！因为我看那边有个一桌，还那个橙汁剩这么一点，一直没喝完。我觉得他是不喝了，也太惨了。你们等着，我拉着峰哥去给你们要喝的去。对，别等，有峰哥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扎着了。你们啤酒哪儿买的？那边啊。好。要一起吃点吗，兄弟？啊？一起吃点吗？不大好吧？没关系的，来吧。不大好吧？你们这盘没吃，我们就直接端走，我们就直接端走了。在这就得花钱了吧？对，这边有喝的，哎，对，你们这有喝的吗？有。都有什么呀？雪碧啊，可乐。雪碧可乐是吗？我没信，我不用。不，你没关系，你可以不喝，你可以不喝。但是我们没钱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真的假的？换到了耶 ！Oh my god！ 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把林峰压在那儿了。你好，你认识他吗？林峰。你找他结账。好吧好吧，他是林峰，找他啊，找他。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，那收盘啊，什么洗碗啊那些，随便叫我，随便叫我啊，随便吩咐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林峰也太可怜了吧。你怎么搞定的？对，我说待会儿你有什么吩咐的话，韦伯他会给你去试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我再一个传一个。好，等一下的话，这月哥跟军哥还有小七哥都会弄好的，一个传一个，随便蹂躏。对，我觉得要给人家付点钱，不然不合适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我们还问一下，我们还是要付一下。对，白吃白喝真不合适。哎，咱们上次卖唱挣了110块钱。啊！真的有人给我钱？我们山穷水尽，走投无路时才用它，好不好？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找到钱了。不嫌弃收100块，没有。找钱。没有，不用找，不用找。
怪不得上次亏那么多。你们都不找，那真的没钱。15块也有用的。找钱。好了，我们还有40块，够吧？我们还有40块，谢谢。没事，谢谢。生意兴隆，走吧，出发。接着我们回民宿，我们可以整顿一下。好，我们出发。好嘞。今天我们已经环了整个岛一遍了，这条路我喜欢。我也正想说，哇，这里很有那个哈、哦、原居民的感觉。Hello， 回来了，这是月哥，老板娘，你好，老板娘你好，欢迎。咱们住这个民宿的钱不会也是咱们自己出吧？啊，不用钱的，完全不用钱的。稍等，打断一下，您是6个人，我今天只剩2间房，就2个房间。我们3个人住一间啊，3个人住一间。对，我跟韦博我们打地铺就 OK 了。没事儿，我们也可以、啊、真没事，睡地上没事啊，没差。我喜欢靠墙睡。我 OK 的，我喜欢睡硬床。让我秀出我的肌肉。呀！哇，怎么这么重啊？你们带多少东西啊？金刚队这里面什么东西？哇，你们到底带啥、啊？哇塞，里面放砖块哦，里面是放砖块吧？这个跟上一次比，幸福100倍，还不错了哦。你们真的挺了不起，在这岛上没有钱，我们能弄到这个条件，一定没有睡大街。本来我们都打算问人家说哪里可以扎帐篷。真的，小陈姐，感谢。感谢，不用客气。老师您好，打扰了，真的，哎，这很。快50年了，还在吗？在我们家门口，大自然的生命力。我们如果来帮忙，可以做什么？那个是蜂蜜吗？哦，这个是酵素，环保酵素。最近我们在大量的做酵素，有兴趣的话，晚上帮我们做点酵素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以前在家里做过，因为有一阵特别流行家里做酵素。网上有卖那种酵素桶，但是建议尽量不要使用，因为真正可食用酵素至少要发酵2年以上。哦，幸亏我后来没有吃。就是做实验呢？对，做实验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林峰就说这是他见过最干净的海岛。这路上真的一路上很干净。对，第一个是环保人士对涠洲岛做出了很多的努力，而且这几年政府特别重视这一块。我们努力参与，然后努力宣传宣导。太感谢。